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29集。今天我们赶快的给大家做 SS 第90号的 Gavazon 金破天，变形金刚第四集里头的，只能算中头目吧，他其实也算不上是最后 BOSS， 因为 Lockdown 才是那一集最重要打倒的对象。那么盒子后面这个动作，我必须要说，其实摆的真的是好看。然后这个车子的话呢，它把车尾这个非常糟糕的部分呢给做了相当程度的隐藏，那这是有车商授权的一个造型嘛，啊，应该是。然后这个盒绘的话是电影第四集的盒子的外面的那个盒绘啊，一模一样。然后呢，这个盒子的这个地方是有个开口的，那这个是一流的玩具公司所想出来的一流的包装。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检查这个玩具的头上的角有没有断掉啊。果然是世界级的企业啊，跟那些小厂做的就是不一样啊。我们来看一下，那由于以往都是从机器人开始，今天的话我们换一下口味，我们从车形态先给各位看一下它最糟糕的一个形象。这个啊，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这么有勇气的呢，把车尾就这么样子的给它弄出来。那这个果然是一次又一次的证明，如果说变形载具跟机器人三个都无法兼顾到的时候呢，就看哪个东西最倒霉了。那么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是第四集的时候的 Voyage Class， 那么它的车型你看，基本上我们可以说算得上做得非常的好了啊。你从这边来看，它整个是空的，但是呢，我们这一次的 SS 的话呢，这个那牺牲掉的就是它的人形是非常糟糕的，背着一个大背包，而他的话呢，只是在背部呢做了相当大的改善。那这个只能说，官方应该还是没有使出全力啊，依然只是做了一个半吊子的产品，啊，这个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容忍的。那他所附带的这个武器可以收纳在这里，啊，这个地方我们如果稍微去调整一下，啊，就可以发现呢，它在这里是有一个插孔，可以把这个武器给插上去的，然后。两个角的话呢，就把它给放进去，密合起来。这个车尾啊，这是无论如何呢，都是没有办法去回避掉的。尤其你，本身又是一个卡车头的时候，啊，你不能说是卡车头，你就把前面兼顾好就行了，然后就把车尾整个忘记，因为你这种车形态的玩具，大家可能都有货柜的模型什么，大家可能都会自己去找货柜来拖。啊，甚至拿这个 OP 的货柜来给它拖，那就会变成说你这个尾巴弄成这样，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发指啊。那它的一个车顶盖啊，这个地方我发现，我个人感觉它好像没有办法，扣得非常的紧。它虽然有一个小卡扣，但是非常的浅，非常的薄，其他地方都能够扣得很稳啊。那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是这个部分，这个背板过来就扣住这两个轮子，然后扣得很稳，然后这个侧边这里。啊，也是有个凸，更有个凹，这边都卡得很好，包括这里，它是一个 C 型扣这样子去扣住的，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车顶啊没有做得很 OK。滚动性的话呢，你这个地方要把它推上去啊，推到好，那滚动性的话呢是没什么问题。那我就顺便的呢，就把其他几款这个官方的这个目前为止推出过的。这个 Gavazon 都拿出来做个对比，第四集的时候推出的这个是快速变形组，然后这是可以有一个联动机关的，然后这是 V 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大小尺寸，这一次的 V 级，啊，很明显在车头的话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缩小了啊，那玩具本身的涂装的话呢也是这一次进步比较大的，车形态下可能感觉。没有很明显有什么涂装上的进步了啊，那在人形状态下各位就可以去感受得到了。那我们的话呢就看一下啊，它的武器啊是收在这个地方，我们车形态下就把它收在这就行了。它在电影里头的话呢有一个这个火炮的这个东西，它倒是很完美的呢可以把它收藏在车子的底下，然后的话呢我们暂时的呢再把这个部件给回复。而它附带的这个火炮的话呢只有附带一边，两侧你可以交换去做安插。那我记得电影里头它好像是从这一边啊发射出来，那你真的电影里头它只有一边有镜头，你就真的只附一个给我，你也太世界级的公司了吧。那整个车型的话，这个地方啊，这里一旦翻动啊，这里就要再做个调整，车头才会好看。
然后这个，可以看一下啊。其实正面的涂装还不赖，还不赖。然后最大的毛病还是这里，那以及体型的缩小，我们跟一个 Deluxe 等级啊做个对比好了，长度可以说是差不多是一样了啊。那我们就来给各位示范一下这一款这个SS 90号 Galva 中的一个变形，侧边这个地方可以翻下来，然后这个顶盖的部分呢稍微挑一下。那我们它是一个双动关节，我们先把它松开就行了。我们最主要松开的是要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它这里有一个锁扣啊，在这里。那我们先把它给，不对，先把底盘也给打开，然后这个轮子往后往外翻出来，然后这里把它给打开。打开之后，这个地方调改了，你看到吗？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像应该是梯形吧，梯形的一个扣，这个地方把它咬进去，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这个地方一定要记得咬进去。咬进去之后的话呢，整块这个背后这个部件，就这块部件直接的就翻出来了啊。这边也是一样的，解开来，它的细部的密合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调整一下，但实际上一旦扣好之后呢，它是散架是不太可能的。这个地方啊，也记得把它给解开。那解开之后的话呢，就这个角的部分呢，就完全跟本体已经脱离开了。我们再把两脚给打开，武器在这个地方，先把它给取出来。好，那你可以，我先给各位看一下，注意到他的这个手，你看他这个手，他手收的时候，他这个手啊，像稍微往内缩进去一点啊，而不是直接摆到这个正外侧，不是，你要把它往内推一些啊，记得这样子的话呢，才会收的比较完整。那我们接下来变形腿好了，腿的变形其实比较有趣了啊，这个部件打开来，到这边，两脚的话呢，在这里给它做一个简单的合并。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往下面推下去，这个部件先上来，腿的话呢再转下来到这边。然后呢，原本在车子的这个货柜后面的这张旋转下来之后，这里转上去，然后再打一个折，包住它的一个小腿。这个腿的变形明明就很精妙，但是它就是这个脚啊。就这个脚呢，就是没有，我弄错了，这一片部件喷溅了。这里，它这个脚就是不愿意把它给做到完美了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变形是翻折起来是很爽的，对不对？但是结果变出来的这个车尾巴就是那么样的一个糟糕。好，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腿部，就算变形完成了。那上半身的变形也是比较简单的，这个部件整个往上推，然后你看到吗？这个手势跟拳击手差不多，这跟四级的那个模具这边的变形是差不多的。那我们拆下来这个火箭炮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可以把它给收进肚子里头。你炮弹转上转下都可以，因为它的空间就是够大，都是能够放得进去的。然后这个头把它给翻出去，这个地方盖起来，好。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是一个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整个翻下来，我们要的是这个组合的卡扣，然后这两片部件往下走就行了，整个往下推。这个部件的话呢，一样是一个双动关节上来，然后把这个地方给扣进去。好，然后最后就怎么样？它这个手啊，各位看到了吗？它的手的话呢，第四级的手呢的位置是手是这样摆，它的话则是转到后面去啊，就多了一个转动的这个步骤。其实大致上呢，手都是一样，是摆出一个拳击手的一个动作。然后这个部件，腰的话呢，就是把它给推回原来的位置，给扣上。于是乎，我们这个，变形金刚第四集的一个惊破天的造型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我们把镜头的话呢，给恢复到正常的一个角度，调整好。那么呢，在这里。它就这个武器啊，里面是整个是空的，然后整个上银器，我们就把它给扣在，理论上它是只能扣在这只手了，因为它这个造型的关系，对不对？你扣在这只手是比较正常的。我们来看到它的人形，其实机械的感觉强了很多，但是不见得。应该说不见得机器感比较重，就像电影第四集的样子，因为第四集拟人化非常的厉害。那
单纯以人物的线条来说，如果我个人来看的话，其实我确实是会比较喜欢 SS90， 但是这个的话感觉更像真人。然后第四集的 V 级的话，最大的毛病就是它与后面一个超级超级巨大的背包，它直接把车壳直接背在后面，然后它的小腿后面的造型也是比较奇怪，而且它小腿非常的长，足足有这么大。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呢，则是很好的还原到它背部，也是有了一个洞啊，等于是前后这个洞的话呢，终于有了一个呼应啊，啊，非常难得它能够把它做出来。小腿后方的造型比例呢，也好看的非常的多。那由于背后的整个缩小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后脑袋了啊，相比较起来的话呢，就好像很多。那么这个是官方在第四集的时候推出的一个，有一个联动系列的玩具，它一样背后是没有做出空洞的。那么这款的玩具的玩法是说，它这个前面这个，对不对？会发射，这个玩法是不一样。那以深色来讲，这一款其实涂装也好看啊，我们就简单的也做一下对比。那还有这个是快速变形组的，这一款的乐趣是在它的变形是非常快的啊，旋转一下啊，车门啊，它的一个变形，转个两圈啊，好了，变形完成了啊，这个。是骗小朋友啊，其实小朋友也不会上当的一个玩具啊，对不对？再骗一次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样，那个太久没有玩了，联动有点小失灵，这样转下去。对，这样转个两圈啊，好吧，这个知道一下就行了。你看这个狂派的标志居然印在里面啊，亏他想得出来。Anyway， 总而言之呢，这个背包也是超大，就不用提了。总而言之，这一次背后又把这个空洞，给展现出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然后涂装的话也是比较好。那因为，如果你有买之前这个第四集，但是如果你是买日版的话，它的脸部什么是会有加一些涂装。那日版其实我也有买，但是我懒得再把它给翻出来了。那么你看一下，其实以这一款来说的话，它的背包缩小之后，它还是有一些视觉上的一些残留的小缺点，这个地方感觉似乎是还是稍微方一点，但是相较于之前这个造型的话，其实已经改善的非常的多了。加上银漆的点缀啊，这款玩具单纯从机器人的身上来看，我觉得它的质感看起来是相当不赖的了尤其是这个手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银漆啊，这个拳头的那个力量的感觉把那个车子砸碎啊，那旁边有做出小壁刀啊，只是做的很小啊，非常非常非常可惜。然后它侧边这里啊有一个小凹槽，这个小凹槽的话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是可以把这个武器啊这个部分的话呢，你也是可以安插在这里，也是没有问题。甚至于说呢，完全就是给一些第三方的配件包啊，你完全可以做一个新的部件，然后做一把新的这个有壁刀的一个造型啊，可能从这个地方插下去啊，就完美的留了一个空档给人家啊，非常的。然后它的人形比例的话呢，我们 SS 呢在最开始推出的时候第一波就有这个毒针，那终于呢时隔这么多年呢，有同样都是 SS 系列的两个曾经同时登台的家伙呢，终于有一个会面了，这个比例应该还是比较正确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简单的一个可动啊，头部是一个球冠没有问题，手臂360度的转动啊，平举这里有个小过渡啊，额头肌也可以转动的，手肘由于变形的需要可以转超过于90度，拳头的话呢可惜是不能转的，腰身可以转动，脚前后踢啊，这个地方呢并不是球形关节，那这里有一个接地啊，这个脚踝的话呢不对，脚后跟我本来以为是不是可以再动啊，后来发现其实不行，所以它有一点像是踩这个高跟鞋的一个感觉，但感觉上的话呢，我是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啦。严格来说呢，这一款玩具呢跟第四集的那个 V 级比起来还是有相当长足的进步的，只是说呢，就是这个车型的尾巴呢实在是让人觉得乏指啊，这个居然能够就当作没看到一样的呢，把这个两个脚掌啊就挂在车尾巴，就比较可惜。那如果说你是冲着人形以及它呢还不错的一个变形设计的话呢，这一款玩具呢你也是可以把它给入的啊。虽然我觉得呢更多的人呢是冲着说呢第四集的玩具也不多，而且是一个新的模具啊，干脆还是时机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把它给入了吧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